绿色翡翠灵气逼人，浑然天成。今天艾米就要教大家画出这样的翡翠啦。先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先用帕帕雷尼的翡翠绿完成打底，找灯，重复上色，增加颜色饱和度。找灯，设上封层，先不用照干哦。将乳白色和封层调匀，用圆笔沾取，由上往下在甲面刷出白色纹理。找灯，用小笔沾取白色角胶，画出曲线。稍微用封层晕染一下，这样更像玉石的纹理。用同样方法完成另一线条的晕染。找灯，随后是上封层照干就好啦。翡翠的翠色清晨滴落于树叶上的一滴露珠，喜欢这款的话就收藏起来，练习完之后分享作业到评论区哦，商品链接在最底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